宾、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到钻石宝贝，一起来见证我们韩城最贵钻石风流之星。这是本市目前为止克拉最大、价值最高的一枚钻石。好，下面我们有请钻石宝贝的刘总，有请。安娜，我们结婚吧。我可没想过要跟你结婚。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肯定会嫁给我的。非常荣幸。好了，有人来了。这颗钻石有人，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安娜，你是我的女人。哎，制之作，稀世珍品。哎，怎么回事你？荣耀参观。行了，够了，够了。哎呀，好了。哎呀，行了，别闹了。这有些事儿啊，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是啊，有些事儿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看我给你买的这件西装，怎么样？11万1。我真是真会怀疑。晚上回酒店房间吧。好。知道他为什么叫风流之星吗？不知道。据说谁要是拥有了这颗珠宝，谁就拥有了风流的资本。您懂得可真多呀，刘总。我瞎编的。真讨厌。安娜，刚才刘晶是不是又调戏你了？这不是常事儿吗？等我有了钱，咱就离开这儿。离开？去哪儿？就你那点工资，10年都不一定能买一套房子。哇，我老公在城管当协管，这都8年了还没转正呢，您看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哦，这事不好办，不过别担心，我给你想想办法啊。来吧，进来吧。让我们好好谈谈工作的事吧。只谈工作，不许动手啊！大姐！大姐！君子动口不动手。哎，你怎么明着一套暗着一套呀？别动！别激动，老实点儿。打开！我给你打字。你别乱来啊！放进去。那万一被警察抓住怎么办？别乱来。很快，那也不行。我知道什么意思，吃2片药，可以顶半个小时。当他们笑什么？还不快撤！
吧。别。谁？香蕉，哪来的？是我太顺的。石头，我这还有一个石头。去。木爷，知道咱这帮为啥栓多不？为啥？科技大发展呗，满街都摄像头。祖师爷传下的手艺，就是让你们这些没有悟性、没有出息、没有素质的人给糟蹋了，得改。别瞎琢磨，这个风险系数太高。入门的时候是不是咋教你的？行走江湖，安全第一。我知道师傅，那咱捞成小的，啥时候能出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基本功。今天啊，看你能出多少货，师傅给你几个试。不，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你出过手，你教的全理论，咱没办法进步啊。师傅，师傅不出手是怕你受惊。受惊？师傅，你这话说的咋真别扭啊。风流之心高方转世，下两分手最后时刻，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只要一边流儿蹦，一边流儿蹦一跳呀，一边流儿蹦一瓶酒，一边流儿蹦。风流之心高方转世，弄回酒保酒里一念平安，情人不吵老婆不恼，可以炫富可以约炮。宝哥宝哥，你问啥没有？咋领出来全社会青年都怨你，这一整天净听你批评，能有点成熟吗？咱可有任务在身呢。哎，拿钥匙干嘛？天这么冷，没暖风会冻死人的。雾霾都啥样了，还不应该做点贡献？新技术有难度。师傅砸了吧？咱是凭手艺吃饭，砸那是抢劫干的活。没钱。木呀，不要操之过急，咱追求的是过程。那也不能白干啊。师傅，看，来了个肥活。木啊，别毛毛草草的，得改。师傅，你瞅瞅，把车停这么隐蔽，那不是犯罪，就是要整事儿啊。
之前咱为啥没挣到钱，就是被大伙憋的。哎，这车上咋就他一个人？哎，师傅，我问一下，在这附近哪有厕所？不知道。你干啥？哎，师傅，哎，师傅，你是不是偷我东西了？没有啊。偷我东西了吧？没。不，大哥，我觉得你衣服挺好看。掏出来，掏出来，快点。我没偷你东西，我掏什么？你说我就这些东西，你让我掏，我能掏出点什么？我。哎，哥们儿，给我俩套呗。宝贝儿，冷了吧？帮他热身。宝贝儿，咱还是走吧，别在这儿了。总觉得这儿不太安全。找个安全的地方，酒店吧。我饿了。好，那咱们先吃东西，吃完东西再谈工作。这还差不多。走起！我操！哎，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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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兄弟，坐。师傅，又犯病了。啊，刚才让排气管子喷了。妈的，现在汽油弹那么臭，怪不得污染这么厉害。那师傅，咱该怎么办？放开了。这儿了。去饭店。一万，我说的可是一克一万。大哥，咱商量商量，您给我便宜点，我这钱可是借的高利贷啊。啊，玩便宜点，兄弟，你那可是要去杀人呢。一条人命多少钱？我问问你，咱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嘛来的？我告诉你，俩字儿，消费。上幼儿园三年得3万吧，没个熟人赞助费还得1万多，小学6年10万，初中3年少说8万，高中大学怎么着也得15万，
毕了业想找个好工作，10万块钱拿得出手吗？再往后想娶个媳妇儿，买房买车不得100万，这还得说是小城市，要是换了北上广深大城市，100万你想嘛呢，那得1000万，这说的还是你活着时候的钱，你要是死了歇菜了玩完了 over 了没了嗝屁头了卖八汤了，那你想找块墓地躺里边，那你正儿八经得是个有钱人。我二姑老爷怎么样，都13年了还在安养院里面供着呢，所以说一颗子弹10000块钱贵吗？说多了我也是眼泪啊，干我们这行的高风险，天不天的提心吊胆，老了老了还得吓出一身病，钱都给医院攒着，没办法呀，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还得往前奔吗？行动。开一下门，那我们好好谈谈工作的事吧。哎，只谈工作，不许动手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妹妹，回头哥给你联系哦。
燕霞，是不是燕霞？睡一下，谢磊，睡一下，谢磊，睡一下，谢磊。大哥，大哥，误会了，我是说燕霞，我同学，我发小。你认错人了。不记得我了吗？我，鹏鹏，滚远点！再不滚，我敲了。行了，肯定是你，不会认错的。滚！燕霞。等会儿谁来谈？我不管，你们谈。知道对方来几个人吗？管他来几个人呢，反正咱又牙小了，牙小，眼瞎，你真叫牙小。你帮忙给你有丑，早给你提真出个名。你过来，别着急，你看小脸。过来，你看小脸，看小脸。哦，哦。哦啊！凤姐，刚才两男一女开的是哪个房间呀？好像在13楼，你去13楼看看吧。啊！什么意思？吃两片药可以顶半个小时。这是现金。好，好。在这个房间交易。哦，这知道了。不能干就别干，还他妈嗑药，生干呢？你还年轻，不懂这里边的事儿。到他这个岁数啊，已经不是生理的需求，而是心理的满足。这不是性欲，这是征服欲。征
就是想证明他自己还行。干我们这行呢，也得多读书。师傅，嗯，这都是你个人经验吧？走。哎，赖叔大赖赖，不长记性了。行走江湖，安全第一。好，老弟。哦，活该！哎呀，给我看俺商量小四手。三个人，三屁呀、啊！几日待命一说没说千万这不那骚娘们吧原来是他媳妇啊是啊就原来那1323那个这怎么还有一张1318的房卡刚才提了个箱子好像还挺沉又不像是来捉奸的跟几位多年的江湖经验，钱啊，在这儿憋着大祸呢。快，把房卡都给我。好，这回咱可得玩个偷天换日，浑水摸鱼。谢谢啊兄弟啊哦点点钱看少没少 不少哦那行那我走了哎别慢着走别白跑一趟一点小意思别嫌少哈哈哈哈哈好讲究啊真他妈讲究走了哥们儿走了先生，需要帮忙吗？门打不开。你的房间是1323，在那边。哦。老公，
你们，朕皇女在后，别误会，我们只是在谈工作。谈工作，你们继续谈，谈完了我再来。你们，我这刷半天刷不开。这边。哦，对了，哥们儿，刚才那个这种事儿啊，忍忍就过去了啊。那咱们继续谈工作吧。谈你妈，回来跟你妈谈去吧。刚才出来的时候没拿箱子，紧急性事。怎么的？忍了？你媳妇儿被人睡了，你都能忍？废物！我这辈子嫁给你，真是倒了血霉。来了，啊，验货吧。啊啊！你是媳妇儿？哎呀，别来了！正是媳妇儿，正是媳妇儿。验货。怎么样？啊，那啥大爷，货，好，不走。好，钱呢？有，我去那。站住！一个人去。你本来在哪儿嘞？我知道。我去。我去。
你去。我，你去啊。点钱吧。别拿，婚礼彩排马上要开始了。哎，傻傻逼了。小曼，新人到了，该换衣服了。哎，你又回，你干嘛去啊？松开。喝多一会儿，喝多一会儿，喝多。干完这一票，金盆洗手。各位老大，我们师徒就此别过。等等，钻石。哦，哈哈哈哈哈！哎呀，练波老矣，真该退出江湖了，太健忘了。以后啊。机会还是给你们这些年轻人留着吧。哎，师傅，哎，师傅，谁漏一腰退出江湖？哎，放心。你一老都死了十几年了，为师是不会退的。啥意思啊，师傅？1600万呀，事业的巅峰。为师一辈子最大的一票才6万呀。哦，我知道，火车上掏茶根那回是不是？师傅没有后人啊，以后安心伺候师傅，百年以后。都是你来。嗯，哎，不对啊，师傅，啊，百年以后我125了吧？谁教了你数学？对，我可等不到那时候啊。哎，那辆转吧转的，刚才那辆傻逼有点奇怪。你咋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这伤是怎么作的呀？
药吃多了。我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你这是要死啊？是要死了，要憋死了。娜娜，你来的真及时呀！哎，钱丢了，找不到了，这，哎哎。天分好了，恁俩走不走我走哦。钱都分上了，要起义是吧？黑吃黑是吧？钻石呢？什么意思啊，兄弟？钻石呢？交易了，你的人刚走，我的人一老一少刚刚离开。什么他妈的我的人？什么他妈的一老一少？老程呢？我不知道什么老程老伴，但我知道江湖规矩。开枪啊！别以为。要是喝吃喝，俺早就跑了，俺还在这少等你嘞。叫你去抢劫，不是劫色。我的女人你都敢动，钱放回来。快点都放回来。你们是抢劫，我是诈骗。钻石要是找不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死。妖精太大受不了了。你先告诉我，你脸上这伤是让哪个狐狸精打的？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来吧来吧，别问了别问了。店里被打劫了，你知道吗？啥？你小点声，耳朵都被你震聋了。假钻石被抢了。
今天是发布会，发布会。什么意思啊？钻石是真的。怎么都行，我该咋花呀？你说是不是？哎，师傅，快点，快点，快点。哎，师傅，钻多少钱？一百、二百、三百、一千、两千、三。我呀，咋了，师傅？哎呀，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花了不花，都给你，都给你。木啊，师傅，好不好？好，师傅的话，能绝对服从不？必须的呀。切行的头牌，我当了20多年，高手的对决，一记的兴奋。没想到强中更有强中手。接下来我做的事，不要问。猜到了，不要说。哦。志也无边呀！哎，箱子，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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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男厕所。燕霞，不能在这儿多留下去了。滚！燕霞，你听我说，显然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但我还是从前的我。虽然你的生活作风有点乱，但我不会放弃你的。8年了，3万多天，我拼命的在攒钱，就是为了要找你。那是80年。你知道我数学一直不好。你语文也不咋地。你承认了，你就是燕霞。哎呦哎呦，谁的钱？哎呀，谁的钱？谁的钱？干嘛呀？哥，表弟，你居然敢背叛我！钻石呢？别乱跑，我去找钻石去。现在你还不说实话，钻石呢？钻石到底去哪儿了？钻！这是他妈的东西，偷着玩意儿，脏着上你。谁的东西都敢动你、你又复活了是吧？谁就是那样动？动我媳妇是吧？动我表弟是吧？挨打没够是吧？住手！知道为什么拿你的钻石吗？都是不是真渣？
的女人都敢动。你看，合影啊 ，You and me。哪儿来的？明知故问，你看这是不是你？我问的钻石。哦，你这么风风火火的不认我，不会就是为了这个玩意儿吧？来。钻石168，零售加批发，对，批发28。胡闹！微笑，来，咱们走一场。新郎李小磊，年轻有为，现任刑警大队副队长，多次侵办重特大案，被警界称为犯罪克星。坏人太多，别杀我，别杀我，我配合。你病害怕我，我配合。我终于见到了你，用你那双，我不是坏人。我这样帮助你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你不觉得咱俩有缘分？说，谁欺负你了？哥哥给你出头。是挺有缘分的，但是你握的我手都疼了。
哥给你揉揉。哎，马上开始了，去哪儿？去哪儿？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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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排练怎么样了？放音乐，跳。回来，回来，回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跳什么呀？不对，不对，不对。音乐，跳。怎么回事啊？这都练一天了，这都练个什么呀？就给我跳这个，练一天了就给我跳这个，怎么回事啊？你们直接倒走，你去哪儿了呀？师傅，师傅，你们是谁？谁？哦，你看，你都瘦了。看来你一定过得很惨。我弟弟得了白血病，我正在想办法帮他筹钱。兄弟无大鬼，主李鬼，天儿再冷穿上那会儿呢。刚到警队的时候，我和小磊一起办案，结果现场突发了一些情况，他真的是不得不赤手空拳的去面对那十几个持械行凶的歹徒，他分分钟就把他们搞定了，而且是相当潇洒的打趴下了那群五大三粗的罪犯。就在那一瞬间，让我爱上了他。有吗？我怎么不知道？虽然我分分钟干倒几个坏蛋没问题，但是追你啊可真是费死劲了。口味挺杂呀。我口味不杂，能救你吗？我算理明白了，赛马英这小子敢背叛我，肯定是他雇人偷了钻石，然后做假交易，真钻石在他手里。那你还不赶紧报警？不行，我只是那样猜测，毕竟咱们也没有证据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哼，我收拾不了他。只是这几个傻狍子，赛马云事成之后一定会杀人灭口。毕竟谁也不知道劫匪是谁。那怎么办？走，给我下去找。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老同学聊几句。这个时候整这事儿不合适吧？滚。安娜，穿这衣服冷吗？回房间穿件衣服吗？你说我不冷。哎呦，我的金表落在房间了，去取一下吧。表？好吧。
谢大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钻石呢？明明咱是家的，你们都说偏了，我顺手扔了。扔哪儿了？扔门口附近。师傅，你说一个假钻石，他们也像疯狗一样追？大姐，我没说你啊，不算你，不算你，不算你。不要问，才当哎呀，你扔那颗钻石那叫老亮啊，跟报纸上那一模一样的。我不说了，反正啊，你做的事儿我不问，猜到了也不说。师傅，你们快救救我，师傅，快救救我，师傅。找死呀！还敢来？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这里面有误会，有误会啊！你听我解释，一个还护着他？你听我解释，小曼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她要不是为了你，她也不会。她是为了你转正才这么做的。是真的吗？那个风的已经失去理智了，有事儿别哭嘞。你们注意啊！好，知道了。来五楼会议大厅。好。刚才，你是故意把我支开的吧？你跟那女的是不是有一腿？我是满足不了你了，是吧？你还说我？你的男人少吗？哼！我又没吃你醋，你干嘛揭我短？我要靠你这纸糊的身子，比那赛马云也好不到哪儿去。安娜，你怎么在这儿？在我面前像个淑女，原来是个烂鞋。烂鞋？对，我是烂鞋，烂鞋也比你强。一没钱，二不帅，三没身体，你就是个穷太监。
贱货！你个肚皮！骚货，你活腻了？本事你开枪打死我！你别逼我！逼你？逼你怎么了？逼你你也硬不起来！去！谢谢你们，谢谢谢你们。师傅，坐这儿，坐这儿。哎呀，没事了，没事，没事。兄弟，我以为我是天煞孤星，注定孤苦一生，直到遇见你，我就喜欢上你。肤浅的男人走不进你心里，龌龊的男人想的都是肉体，只有我，只有我知道你心里住着天使。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哪怕是死。身体就行了。钱怎么在你那儿？钻石呢？
我不知道。钻石呢？等等，不要开枪，钻石在我这儿。你们都以为我是傻子是吧？拿个地摊货来骗老子，不知道我是珠宝专家吗？啊！啊！杀了你，怕脏了我的手，留你一条狗命。他是左撇子。对，没错，今天你们都得死。莫，师父今天遇上最后一刻。我知道。你怎么那么傻？都跟我一起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去死，去死。我也只能帮你倒刺了。我知道你军心，我这儿有一部分，你先拿去做弟弟。你怎么会有钱？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找了你八年，为你而死。别说了，你知道我语文也不好，不会说情话。我要是死了，你一定找个好人家了。师父，徒弟这回受惊了。看来这回真的得金盆洗手了。哎，这大计划总算落成了。我们得先到钻石宝贝儿，把风流之星抢了。抢了钻石，我们就到酒店。出来之后，在十里铺把车炸了。事成之后，给他们50万。50万？送了多少钻石？40万。就这么定，成交。虽然我们这次是个骗保的行动，偷的是个假钻石，但是一旦成功，那个真钻石就归我了。啊，不不不，是归我们老板了。你们到了现场一定要凶狠，虽然我们都会很配合，但是一定要凶狠，并且戴上面具。来，我们先拜一拜吧，保佑我们这个大计划圆满落成。来，我们先拜一拜。阿弥陀佛。
坐坐坐。你们再商量商量。这次行动我们要万无一失。行，我先走了，你们商量商量。哦，对了，这次我们的行动代号是夜光寮。